永恒杨指挥官，好，我们严理事长哈，还有我们陈总干事，我们市议员候选人秘书，啊，还有我们小朋友哈，你的今天的主角小朋友跟家长跟教练们，大家早安，大家好。今天很高兴能够来参加这个开幕式哈，我很骄傲一点，就是我也是这个协会的顾问哈，所以今天顾问来参加这个开幕式啊，是很骄傲的。看到各位小朋友这么有活力哈，就我今天来的路上我就想到两件事。以前暑假的时候，我们小时候也打棒球，可是那时候没手套啊。我们这个年代大家都很清楚，我们的手套是用那个报纸做的啊，早上起来用报纸折手套，然后每天早上啊，暑假每天早上第一件事就要打棒球啊。另外一件事情呢，就是以前我们啊，少棒、青少棒跟青棒都是冠军啊，三更半夜，以前小时候没什么电视，你知道，好几个家庭早上晚上半夜起来之后，就是为了要看棒球比赛，所以棒球是我们的国球啊啊！我们小时候没那么幸福，所以这一次啊，由我们龙潭棒垒协会哈、啊，能够第二次举办这个夏令营啊，真的很高兴啊，也感谢我们感到小朋友都很幸福。希望在这个暑假的时候，给大家能够带来美好的啊回忆跟时光啊，所以再祝福我们这次的大会圆满成功。希望每一年办得比一年壮大啊，规模越来越大，也祝福大家能够玩得愉快。谢谢，谢谢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就请理事长帮我们颁发感谢状。